菜，嗯，要朝这一整面，哎，然后这一面的四分之一，这个叫多，嗯，这个叫多，嗯，那行，语文作业也有啊，还有吗？语文作业也有，英语作业也有啊，还有，反正就是一样啊。找乐乐马克服的时间来做语文作业，语文作业做完了，然后其他文思未动。数学还英语文思未动啊？语文的全都是抄的，抄了手都要断，手都要断了，给我看一下，就真的手要断了，看一下。一夜半，你抄了一节课就抄那一点点呀、啊？不是，还有练习册，还有背日积月累的。这么多？嗯。你没有写完作业的话，你不要吃饭啊，写完再吃饭。嗯。你又在这干啥呢？你写完作业啦？你六年级耶，你为什么你六年级还没有乐乐的四年级多？我知道，你去问老师。乐乐怎么还在这里？赶紧写啊！我问一下你，你多久可以写完这个作业？大概需要2个小时。2个小时？1个小时。1个小时可以吧？如果这样子，你挑战一下1个小时把它写完好不好？现在是6:30，如果你写完的话，我给你一个红包。里面有多少钱我不知道，可能是20-50，绝对不是空的。你看，你看吧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些你就写一个惩罚箱啊，做一个惩罚箱，然后乐乐抽一个惩罚。干嘛？干嘛？喂喂喂！啊，吃饭了。乐乐，哎，乐乐人呢？人为什么跑了？哎。乐乐，去哪了？不写作不能不写完不能吃吗？看乐乐的样子太可怜了，是吧？给他吃吧啊，要快点写啊！嗯，吃完了要快点写，不能吃了不写啊。现在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再看一下乐乐有没有写完他的作业啊？乐乐。写完了吗？应该是没有写完，对吧？乐乐看完了，我们再看一下写完作业的西西在干嘛。西西，你在干啥？你看西西又在编程。嗯，好了，西西在家里别的事情就没有做的了，要么编程，要么做定格动画。乐乐，怎么啦？写完啦？你终于写完啦！我的天呀、啊，你现在知道几点钟了吗？看一下，9点钟了，那你严重超时了哦。来，西西，来把你的那个拿过来。嗯，好。咦、哎，你怎么个？嗯，好，拿一个，看看是什么。西西，赶紧过去看一下是什么。唱一首歌。我是西西。搞定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